好啦，咁啊，之后第九题嘞噃，咁啊，你以下边个嘅 equation 系可以 show 到个 cracking of C16H34 to give an propane 同埋其他 compound 嘅？嗱，先讲下咩叫 propane 先啦。嗱，propane 咧叫 C3H6，咁所以咧，我可以即刻踢走我哋嘅 A 啦，因为 A 系冇呢个 compound 嘅，所以 A 系不是答案。D 都唔系啦，因为 D 都系冇 C3H6 嘅。咁如果你唔知咩 propane 咧，就冇得做啊。咁所以呢题就先考你 propane 系 C3H6 先。嗱，之后考你就系考咩？就系到底咁其他嘢系咩啦？OK，嗱，cracking 嚟讲咧，同我记住，至少有一嚿系 alkene，另外一嚿系 alkene，呢个系至少嘅。OK，一嚿 alkene and alkene，可以其他嘢都有。OK，可以更多，但系 at least one alkene and alkene。咁所以如果嗱 propane 系一个 alkene 啦，我哋都知嘅。咁所以我另外两个必定 at least 一嚿要系 alkene 啦，OK，唔可以三嚿系 alkene 嘅。咁我望 B 先啦，嗱 B 咧 P 系个 alkene，即系呢个系 alkene，呢个都系 alkene，呢个都系 alkene。啊，你又知嘅，因为 alkene 嘅 formula 就系 CnHen 啊嘛，系咪先？咁全部都系，咁但系唔合理咯。你话 cracking at least 有一嚿 alkene 嘅，咁所以 B 都唔系答案，答案就系 C for cat。我哋嘅 C6H14 就系我哋一个 alkene 嚟嘅，一个叫做即系直链计啦，就系吃性啦。咁所以答案就系 C for cat 啦。